Hello， 大家好，我们来到宜兰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韩溪。韩溪是一个非常非常美丽的一个部落，然后在这边一个非常厉害而且非常丰富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呢，主任牧师在我们旁边，就是黄志坚，我们的非常敬爱的黄哥哥。哪里来的？黄牧师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我会讲泰雅族的打招呼，来，你讲讲看。好，罗嘎西木瓜啦！哇，太棒了！真的吗？真的，该我讲的不是的，苗米上乌云浪。对啊，我看到这个黄牧师哦，我其实我们很小的时候就认识黄牧师了，因为黄牧师呢是在泰雅族算是勇士的等级，真的是就是体能啊、勇气啊、智慧都是非常非常的让我们。我算是你的晚辈啦，晚辈哈，对，就是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黄牧师很厉害，真的见大了，没有没有，因为他这个黄牧师真的是身材哦，你看身材的方面，哎，你看可以，他是没有缩小腹，我是缩得很厉害，然后呢，黄牧师呢又是运动健将，对对，然后呢也带起篮球的这个风潮，也是这个黄牧师哦，如果你很喜欢打篮球，你就知道当时南澳。对，很少，整个泰雅族，泰雅族，对 对, 对, 对啊，其实都是这个黄牧师一手带起来的。然后黄牧师也是一个标准的猎人啊，很厉害，在山林里面哦。我告诉你，我们去山上半天大概就死掉了，他去里面半年呢，还会增胖十公斤。应该是这样介绍给你吗？OK， 没问题。黄牧师是我们以前就知道非常恩高的一个恩赐的一个牧师。我想问哦，黄牧师，你在这个韩溪多久了？我这边13年。13年。对，其实你不是这边的人哦。我是本身是乌来，台北乌来。乌来的泰雅族是哦，怎么会跑到这边？应该讲说，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师母她的父亲癌症，是，所以。当时我们也想说看看能不能忠孝两全啊，就对主尽忠，对岳父尽孝道，是是，能够就近来照顾他后面这一段生命，陪伴他一下，是是，当然也必须要有这边的牧师他有呼召到其他的教会，要不然我们也不可能就直接跑来嘛，对对对 对, 對，也刚刚好就是说神也策动了这次的就任，那刚刚好住在这里的牧师，他的夫妻也生病回南山，那这里就缺了，所以我们就到这边来，要感谢主，新朋友带到这边来，感谢主。我们可能很少听到泰雅族的语言哈，是对。黄牧师要不要来自我介绍一下，用泰雅族的话？可以啊，罗卡达哥拉，跟那个斯塔吉教会的牧师，那里是巴卡菲拉伊鲁阿马库马马斯库吉山罗。Mamlu mahaku pekita kora, manusia. Raga sih nak jawab tu kan? Ah, ke Tiwi boleh faham ini? Faham ini. I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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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i.可以打80分，有了，也超过了。欢迎大家来韩溪来拜访我们，也可以了，也可以了，有了，也是可以了，有了。大意是这样子，大意是这样，中心思想对就好了。黄牧师，你的台湾的名字是怎么 ？Shet Nayuki， Shet Nayuki， 对对对对对，我们很像哎，你是 Shet， 你是 Sai， 你看吧 ，Sai 跟 Shet 在这边，对，然后我们在一家的 Shet Sai， 其实。或者是下，或者晒下这个，晒下，或者是先晒。其实我们两个在一起的话会冒犯很多这个本省族群，对的，也会影响到外国的人。我们原住民在一起就是喜欢开玩笑哈。为什么喜欢？因为神是很喜乐的。阿门。我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因为其实我们在更早之前知道韩溪部落并不是像现在这个样子。您刚刚来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其实韩溪部落它是比较荒芜的状况，对不对？你要不要分享一下你来这边，开拓的时候建造教会的那个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应该这么讲，是说每一个牧者他来到教会都有不同的timing，然后如果你能够抓住上帝给你的应许跟心意的话，那可以带出教会每一个年代的复兴。那。前一任的牧者他也蛮热心在这边服侍，不过神可能没有 给他这样的一个团队侍奉的一个恩赐，是，
所以教会就是比较流于过去的一些概念跟传统，对，那就是可能一个牧者就这边牧会，然后尽忠职守，然后祷告会，然后聚会这样带。那之后来了之后就发展很多团队服事、嗯，然后还有就是整个教会的多元的社区的工作，国外的事工也开始慢慢的展开这样。我韩西教会是很特别的教会，像我们在台北牧会啊、嗯，我们常常看到是台北教会的状态。嗯、其实韩西教会做很多事情，我认为比在都会区的教会发展的更加的多元。嗯，哦，刚刚黄牧师一直提到团队，我知道你的团队人数很多呢，哈。哦，还好啦，还好。有26个同工，哎，是，这是很不容易的。在这个部落的形态的服事里面，这是一个非常突破的思维、嗯，因为在部落里面总有人，我们就是精简嘛，然后能够多做一些事情。嗯、但是，黄牧师发展很多的侍奉，在部落有照顾社区的孩子的，是、嗯，还有老人的、嗯，而且很多他的同工都是社工背景专业的、嗯、回乡的青年。嗯、然后不只是刚黄牧师很谦卑啦，他还有讲到什么？嗯，宣教他们在参与在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外的海外的事工，嗯、其实一个好的牧者有恩赐，他就发展开来。我很想问这个黄牧师，你怎么办到让这些年轻人回到部落啊？因为这个很难、欸。嗯，像我们也是算在北漂的牧农族。嗯，对，我有时候想要回去部落回不去呢、欸。嗯，你怎么样子去办到这件事情呢？应该讲说有几个，就是说觉得第一个就是意向的酝酿期嘛，就是说整个神在我生命当中来到这个教会，来到这应该就讲说来到这个部落，对，他的心意是什么？所以很清楚看见，就是神要我呼召更多的年轻人，然后要做更多的多元的宣教的工作、爱心的服务，去接触部落的人、嗯，去接触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对，甚至透过这些资源，然后团队有了之后，我们还有能力去国外，像国外的原住民啊，或是国外的一些教会、是、部落去做宣教。是。那刚开始，其实这个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分享，就第一个就是一群爱祷告的、被圣灵充满的一些妇女，他们在祷告当中已经看见这个意象，我就是跟随他的意象，并且接着圣灵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意向，跟着这样的前辈走，是，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我们的亲人去参加好几次的特会，嗯，啊，这些特会过程当中，这些青年都被上帝所释放，然后医治，在过程当中还有牧师发言说，哇，这些年轻人要回来，当时我们不明白嘛，因为我们年轻人都还没有回来嘛，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嗯，场景是牧者的发育员，跟圣灵工作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意向，对，是非常密合在一起。所以我作为一个牧者，就有属灵的敏感度，看到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开始在教会、在社区、在教会弟兄姐妹，他们的孩子还在外面读书的，或者是有时间这些年轻人回来，我就把这样意向传达给他们，是，希望将来教会要这样做，然后我们的自己的教会、自己的部落要自己来承接这样的一个神国的宣教使命，所以就这样陆陆续续、慢慢的就回来这样。我刚刚听到一个关键字，就是跟随圣灵的，对，这个步伐，然后在圣灵里面被兴起，对。那这个是你一开始就有的领受吗？因为以我们都是长老教会的背景，我们那个还在做小朋友的时候，好像这个东西比较陌生一点点哈。其实在我的生命历练里面，因为我高中读那个仁爱高能啊，最高学府，最高学府，对，那个是海拔1148，它是最高学府，是因为海拔最高的高中。我在那读书，那我记得有一次哈，我就在那个南投仁爱国小的那个凉亭那边，然后就跟真耶稣教两个我们的同班同学，我还知道他是郭姓啊、谢姓两个，在祷告，因为，当然长老教会比较没有这种，教导嘛，对，所以那时候他们就用这个灵语来祷告，是，啊，当然很羡慕啊，那我就用悟性，结果祷告了半小时，
变成是我方言祷告、哦。你自己突然对对方言祷告，特别对。那个是这样子的感觉，是我从现在的角度去看，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是我只知道说，在生命当中好像有一个扫把，就是大扫除，把一些里面的东西挖出来，感谢主，然后包着这个生命提升，然后好像是一个旧的这个容器，污秽的容器被清空，被清空那种感觉，然后那天就哭着不行，痛哭流涕啊，那两个同学看到我就吓到了，他就跑掉去找他们的传道人，说怎么长老最后也会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那是第一次的感觉、感动。是之后，那我因为上帝的拣选，那就是鞭打我，然后之后我就去考神，我就去读神学院。对，那时候在这四年的神学教育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操练，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一个方言跟圣灵的工作我就放在心里面很久，一直到我毕业后的1996年到五塔教会牧会之后，五塔教会也是有一波的经历圣灵更新，对对，圣灵更新运动，所以我就跟着他们，哇，从那时候又开始，哇，我那个圣灵的活被他们点燃，是，然后我就做学徒，他们当老师，是过了半年之后，我就他那个长老就说该牧师来带了，所以哇，那个时候变成是，我就在前面就带这一个，每个礼拜每一个月最后一个礼拜是，圣灵复兴特会，是我们就是几间教会就一起来，感谢主，一到那边然后延续到这里，哇，我其实我觉得听得很感动了，因为一个牧者很愿意谦卑，说我来学习当学徒，让长老们来帮助，这很不容易的事，因为很多传道人神学院毕业就觉得应该是我要教别人，可是我觉得黄牧师的榜样就是他要学习，我觉得这很棒，而且我其实觉得很特别，是一个被圣灵带领充满的教会，韩西教会做了很多很多元很实在的工作呢，因为很多有些教会他们可能在追求圣灵过程工作中忽略了很多恩赐跟专业的平衡度，是对，我们在这边看到韩西教会是一个恩赐跟专业非常平衡的教会，是他们有很好的社工的这个系统，对，团队合作的系统，他们有很棒很棒的这些系统都是黄牧师慢慢建立起来的，而且我刚刚也感动到，就是其实我每次到泰雅族的教会我都很感动，因为在40年前有这个圣灵大浇灌，就是在原住民的教会有一次圣灵的大复兴是泰雅族的教会领受，是，所以我一直认为我自己觉得台湾的原住民教会的泰雅族教会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是如果泰雅族教会复兴的时候会带出一波很强大的复兴，我在灵里面也是这么样，是这样，对对对，是这么想。所以我们来到韩西教会，我认为这会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种让原住民教会可以有一种憧憬，说我们也办得到。我觉得黄牧师在做一个突破者，就是说我们可以办得到，在圣灵跟专业里面我们可以办得到。是。我想问黄牧师说，你在建立这个教会有没有特别想要放弃的时刻，觉得哎呀真的快要受不了了，应该是这个时候想要放弃，所以才想不开去台城读书因为黄牧师现在在进修在神学院进修，其实当然碰到整个事工要 有一些突破，当然一定会有不同的意见嘛，对，那不仅这个意见是从内部来的意见，然后从外面来的一些声音，对，一定都会有。就是说，如果我们知道这个是神的工作，我们知道这一个方向是对的，那对于一个教会的 leader 来讲，走那个对的方向，然后对的事就让同工去做。是，我们就要抓一个神的一个要在韩西教会的心意是什么？对，我们就这样走。然后，并且我们也特别透过社区宣教的工作，譬如说有原家中心啊，原家中心，对，老人文件站啊，客服班啊，还有林务局的巡山员的计划，是，然后还有你们教会有巡山员，有几位？五六位。其实我很想当巡山员，真的吗？那下次来打工吧。我们可以，我们有机会，我们这种可以啊，可以吗？有机会哦，跟你们去走有机会哦。
因为我们巡山员都几乎每一个礼拜大概有好几天。哇哦！所以我们在想说，在教会不再是隐藏去躲躲去做躲躲藏藏的，对对，应该就像圣经讲的说，要成为光跟盐嘛。对啊，光跟盐必须要开大门走大路嘛。对对，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社区的工作的一些经验，直接进到人家家里面，一些政府的一些案子，然后就把福音直接就进到他们当中。是是，我觉得这个很特别，就是有时候教会要传福音，然后要进到人家家里面，人家也觉得你们要干嘛？对。可是现在有政府的资源跟政府的认可，就可以直接进到家里面做很好的专业的服务，是是，跟福音的传递。所以如果说有一个角色，而这个是政府赋予你的角色，对，然后你又是基督徒的时候，你这个双角色就可以很容易就进到这一个村民或者是族人他们的家，就去谈那这个社会福利的问题，对 对，然后他从你的生命当中，从你的你不见得就要跟他直接讲，对，就你从你的态度，对，从你的资源连结，从你对他的关系来讲，他就知道你是真的是跟随真，而且门徒有生命的门徒，而且是关心他的门徒。是，而且我知道韩西不只只有做自己的部落，韩西整个大同乡11个部落都有人去，而且他们有不同的传道人去到一个人负责两个村落，这样每个礼拜至少要去两次到三次，如果办活动的话，可能就要三次。哦，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啊！这已经是一个很规模很大的一个社会福利的一个工作站了，非常非常的感动啊，而且我知道说，在这个教会，牧师跟师母配搭是非常的非常缜密啊。是，因为我看到就是那个你跟师母的差异性也产生这个教会很大的一个突破啊。是是。那因为我们在神学院受的教育哈，大概都是圣经讲道，对，然后比较在管理这方面是比较弱。那当教会在发展一个新的一个创新事工，然后社区的宣教工社区工作的时候，他就会进到管理跟组织了，对，组织嘛，团队，对对 对, 对。那在管理当中是我比较弱的地方，所以因为我在想说，我的部分是因为公关的部分，那公关的连结然后跟激励，对激励，然后或者是跟大家跟这个政府部门的一些这一个联系的部分，那我是可以，但是如果在组织管理这个部分，我就没有办法。是，所以当然除了就是师母之外，那还有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些同工，同团队，他们也都是在乡公所，在学校，然后在警戒，对，然后在展望会，他本身就有很好的管理的经验，对，所以把这些人召集起来，然后就把教会的一些管理的一些模式把它建立起来，对，因为人开始两个人以上三个人就开始要做管理，对，跟组织，而且这个管理组织是在一个爱的团契跟属灵的一个氛围当中，对，去做这样。我觉得黄牧师是一个很棒的领袖，他有方向，有意向，然后他会激励，然后他充分授权，让他的这个旁边的同工可以起来，恩赐被他发挥起来。那我很想问黄牧师，就是说，如果你要对比较年轻的传道人鼓励的跟他们说话，你会想跟他们讲什么？对年轻人的这一个部分，那我当然会来做几件事情跟他们分享。第一个就是，勇敢的去做上帝要你去做的，我们一定会有一些拦阻哈。是，这个拦阻或许是你个性的拦阻，你可能在知识上的拦阻，或是你一些人际关系的拦阻。不过，如果是神要你去做的，那你去做，那你不要去想说，人在哪里，或者是钱在哪里。当你勇敢的跨出那信心的脚步的时候，那信心的脚步那一段的恩典跟经历跟祝福是一定会看见的。阿门，阿门。所以勇敢去做上帝要你做的事，很大的学习，我觉得真的要很有勇气，有这个猎人的勇气，是对，是猎人的眼光，猎人的精神，就是勇敢勇往向前。那想请黄牧师用一句话来形容韩西教会，你会怎么形容这个教会？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韩西教会的话，当然是
韩西教会是一个愿意分享的教会，乐于分享的教会。对对，乐于分享的教会，就像耶稣分享他的生命，分享他的恩赐，分享他的资源各方面。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些社会资源，就是要分享。对对，那政府的资源、属灵的资源，或者是人力的资源、训练装备的资源，我们都希望都能够来分享给其他的教会。是，哇，好棒。其实黄牧师讲这个你可以自己来体验，在这个教会一进来就有一个分享的氛围在这个地方。如果我要用我一句话形容韩西教会，我会说韩西教会是一个充满智慧，而且整合各样资源，然后使这个资源放大100倍的教会。对，我看到的一个教会是这样。然后他们真的是像黄牧师讲，是很爱分享，很爱分享。OK， 好，那我想请黄牧师呢也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这么多事工哈，有没有一个你觉得建立事工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最近因为其实我们在教会牧会到一段时间哈，当然再怎么忙还是要。装备啦，装备，就是说你做一个领导者，你必须要懂得先去怎么样去领导自己，领导自己，对，因为你没有办法去领导你自己内心的那个软弱跟不足，对，你没有办法去领导别人，所以在整个教会的服事过程当中有那么多的面向，有儿童的、客服的、产业的这些，对，还有这个领长者部落的，对对对，部落的这一个资源回收站，对，这些环境我们都在跑。那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不是要去推动一个事工，对，而是要去建立一个文化，一个文化，一个文化。那个文化是一种从基督耶稣基督里面的那种文化，是那种分享的文化。是，所以一进来的时候不用讲，人你就感受到，感受是那个，就是说那是要更新，要去突破做的，对对对，不是。并不是要去推动一个事工，对对，这个事工所有 mix 在一起，就是要留出一个文化，一个文化。所以我们要问，就是说，到底我们教会的价值是什么？是，我们教会的文化是什么？是，我想这个才是一个做 leader 或做牧者要去关注的、去想的。我觉得非常的受教，就是。事情很容易做完了，就是你办活动或者事情做完，但是你没有留下一点文化是没有意义的。是是是，对，就像韩西有一个勇敢冒险的文化，韩西教会有一个乐于分享的文化，这个文化你在这个教会一定能体验得到。你下次来这边到宜兰绕到这个韩西来看一下，很可爱的一个教会，而且还有咖啡呢。当然了，来了就免费咖啡，很棒，我刚已经喝过了。然后我想请黄牧师跟我们分享，在接下来教会的或者你个人你需要突破的点，那看到这个影片的弟兄姐妹，他们可以透过祷告跟你一起同工。好，那就是我们教会现在已经大概到人数大概120左右，是，那有一个瓶颈，就120在突破，我想这个我也在寻求，然后去领受。那教会现在比较大的一些挑战是后疫情时代的网络教会的建制，是跟网络人才的培育。我想我们做牧者必须要看得很远，对，这个疫情它像是回不来，对，要跟它共存的话，将来一定不是现在就已经影响到教会的文化跟教会的整个聚会甚至奉献，所以这部分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网络的一个教会，我想这个是我们现在原住民教会特别要去思考的。那第二件事情就是，我现在同工这么多，我应该怎么样去牧养这第一线的同工？是，我想这个是我现在比较大的面对的挑战。对，那第三个就是，教会这么样大的一个庞大的一个宣教的合场跟工作，那要怎么样？把它组织起来，就是说这个团队的组织应该怎么放在哪一个位置啊？所以这个是我也在想。当然，你要组织一个东西很容易，不难，但是你要把它弄成是一个运动哈。那个是要需要省点。对啊，这个运动应该怎么样去跑哈？对。那我想，
这个是我现在面对的一些课题，还有就是现在第一线同工他们的一些工作，那怎么样让第一线的同工有行政能力，是，然后也有牧养能力，是，这个是我现在正在面对的挑战，他们可能不知道。其实我在要求我们听的都心有戚戚焉，好像所有的牧师都在面对这样一个挑战。第一个叫网络人才的培训，这个很重要，然后第二个是这个牧养同工团队，是，对，然后直接衔接到第二跟第四是同一个，就是让这些同工们生命增长起来之后，而且又有行政又有牧养的能力，是，然后第三个是可以让整个的庞大的事工体系不只是各做各的，而成为一个有方向的运动，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可以来为韩西长老教会来祷告的点。我其实我有一个梦想，我一天我一定要跟是国阿姨吗？来啊，没有啊，跟黄牧师去山上爬山，好，然后把它拍起来，这个要录起来。对，我们就从这个网络媒体施工就从这边开始了。好啊，没问题啊，你带你的同工，你带你的，我带我的同工，好 ，OK， 我们去拍，然后边拍他们就边学，然后在山上敬拜赞美，好，哇，有了。感谢主，就是这样。我们有录喽，我们录下来了。好，我们有证据哦，有证据。2022年就明年一定给他执行。那两个团队，对，我们一起来互相学习。好哦，我们真的很开心可以到韩西长老教会，这是一个很棒的教会，有很棒的牧者。我们小时候你们很棒的团队，对，我们小时候的偶像在这边哈，勇者，勇者哈。那我们希望下次你们来到花莲。什么是花蓮？宜蘭，宜蘭，那宜蘭韩西的花蓮有韩西吗？没有，只有西，但是没有韩。对，只有宜蘭的韩西，你要看到这么帅，然后很有恩赐、幽默，而且很谦卑的牧者，来这边拜访他们，希望继续为他们祷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跟黄牧师来学习，愿上帝祝福你们，也祝福这个教会。拜拜，拜拜，罗嘎，罗嘎叔，罗嘎叔，台湾接棒开箱教会。感谢松牧师今天带领我们到宜兰地区开箱韩西长老教会。韩西长老教会的黄牧师，他真的是泰雅族的勇士，而且他也是宣教的大能勇士。他竟然能够在宜兰地区大同乡这样的部落里，他在那里建造了一个有26位同工的团队。这些同工们，他们有着自己的专业，结合了宣教，在这些部落当中来传扬福音，来做社区事工。他们不仅结合了政府，也结合了教会的资源，不断地在不同的部落里面来传福音，而且他们也参与了海外的宣教，真的是令人佩服。接着我们一起继续地来认识宜兰地区的两间教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是礁溪基督长老教会的吕宗明牧师。今天在这个地方很欢迎大家能够关心这一间属于马街，在这个他的宣教里面来这个地方设立的一个教会。他是这个教会在1920年的4月20号设立，到今年刚好102年。我们在这100年当中，我们总共经历了3次的建堂。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就开始预备这间新的礼拜堂的建设。我们这间礼拜堂总共花费了7000万，在2020年的时候来完成。我们极期待这间教会能够成为一个社区的教会，所以我们并不特意的去建构围墙，所以我们也建造了一个可以跟社区一起来使用的一个教会。这间教会它有着属神的一个恩典，所以在光线的设计上面有着很特殊的呈现，也看见神的荣光真的照耀在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很期待
大家可以一起来享用这间教会。在这个复活节即将来临的时候，我们希望上帝的这个恩典就在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来经历上帝奇妙的作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苏澳芥菜种的王敏渊传道。那苏澳芥菜种长期在苏澳地区，在这个地方扎根努力。那我们的意向呢，是在这个地区，在苏澳、在南方澳、在马赛地区、东山，能够将福音传给这个地方的家庭。我们最主要是在做陪读班的事工，借由这些事工，能够将福音进到家庭当中，能够转化这些家庭，并且带给地方祝福。那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请大家帮我们带导的事情有，第一个能够求主带领芥菜种，能够成为苏澳地方以及南方澳地区、马赛地区的祝福，然后能够深入在这个地方扎根在这里，然后照顾这个地区的家庭、社区跟这个地方的土地。那第二个呢，我们想要为着芥菜种的下一代的未来领袖来祷告，让陪读班的孩子能够成为翻转他们自己、照顾他们的家庭，然后甚至能够预备好自己，成为整个宜兰地区的祝福，让这些孩子能够借着福音翻转他的家庭，并且能够继续将这个福音继续的传下去。那第三个呢，能够为着这个地方的年长者来祷告，在这个地区有许多的年长者，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个陪读班的这个服务，能够进到这些年长者的家庭当中，带着我们的孩子能够成为地区的祝福。那以上呢，就是谢谢大家为着这个宜兰苏澳这个地方来祷告，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为宜兰地区这三间教会来祝福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为韩西教会教团仰望在你的手里，主，愿你继续带领赐福黄牧师以及这个教会，使他们已经参与服事的同工们能够在行政管理以及牧养上有更多的装备与增长，并且透过社区的事工、部落上山体验等实体的活动，还有借由多媒体来建造网络教会，能够有更宽广的管道、更多元的创意来宣扬福音，带出大有能力的福音运动。也求主兴起更多部落的弟兄姐妹愿意被装备参与教会的建造以及宣教的行列。主，我们也要为礁溪长老教会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谢谢你让这100多年前让马杰博士在这里建立礁溪长老教会，谢谢你也带领这个教会在2020年能够完成新的会堂，建造一个欢迎社区来教会的会堂。愿恩主继续带领赐福这个教会，在礁溪传扬福音，成为社区的祝福，并建造主的门徒。主，我们要为苏澳芥菜种灵粮堂来交通仰望在你的手里，主，求你继续的赐福他们，供应他们所需，让他们在苏澳、南澳、马赛、东山等地区，借由陪读班的事工，继续把福音传进家庭、传进社区，也能够带着这些陪读班的孩子们，成为年长族群的祝福。主，也愿你祝福他们所撒的福音种子，都能够被你保守，得以发芽、成长、开花结果。求主兴起下一代的领袖，好叫这些地区的福音事工能够不断不断的延续下去。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祈求，阿门。愿神赐福大家。